四大职业同时间一起来共聚三念，为印尼的灾民一起来祈祷，那也我们一起祝福，希望这个灾民能够早日得到安顿。真的感恩啊，感恩大家这份的用心，而且呢爱的能量啊及时在发挥了。昨天很临时的呼唤一下，提印尼有这样的事，希望同仁们大家来响应，菩萨们共善善举，就这样一呼而已哦。总是呢一共507位菩萨就这样的开始随手，就按一个个的同伴，让我更感动的是金色这一群修行者，每一次啦在呼唤呼吁，人人为天下苦难人付出，他们都是要增善向前，见人尽善力啦再付出，我真的也是随喜赞叹。这是平时啦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这样的累积，竹筒岁月的精神，平常这样点滴累积啦，到了众生有苦难时，即使能晴朗而出，这都是呢很令人赞叹啊。大爱也是这样，大家都启动，不只是慈善人文，也看到了医院，不管是在台北、台中、大连，一一呢我们的医王菩萨们，可见他们平时呢都有在竹筒岁月，都是按呢金当的诶竹筒哈，看看一念善心累积起来，积少成多啊，很赞叹，真的是很令人赞叹，不只是在慈善。人文医疗，同时呢我们的教育也是呢很虔诚的祈祷，印尼的确这个灾难呢实在是很大很大，看到了生离死别的失败的这个肝肠那样的哀嚎了，可是不得不处理，因为呢已经错了，尸体挖出来的那样的腐烂错位不得不处理，这都是呢人，人的价值在哪里呀？观身不净，身去，人人都为这个身体在争，为这个身体在斗，因为有身体，所以呢，善恶事都是这个身体在行为，给予社会很不安定，也都是人的身体去行动，
计较的是什么？天，这种的天地威力啦，瞬间，到底他能不能活着？在那瞬间呢，可以平安跑出来吗？逃不掉的，就这样的被埋了。也看到了，终于昨天呐，印尼雅加达的慈济人可以起飞到了西江，因为呢要去重灾区的路还很长，我们现在能面对的才能在西江，总是呢受伤者再到西江这个地方。慈济人从雅加达到了那里，也都投入要去关怀病患，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啊。他们紧接着还要到达重灾区，我们的麻坛啊宗教处呢已经联络上了，要如何运送到印尼，这都是我们要如何及时，一旦呢机场可以开始，小飞机可以落地了，就没有停歇。当地的政府也开始开放外地的急难救助，也期待能投入红。可能他这几天呐、人道精神的团体应该也会陆续去，要不然的话，已经呢在媒体的看来已经在抢劫，所以我就会说，这要物资足够的话，稳定他大家的心，才能安心的、持续的来领取。所以啊，也要呼吁了这一波你的灾情，需要我们大家这种爱。第一就是要募爱心，最重要的是提高人人警觉，如何让这样的爱的共振、善的共振屡次啊，我都要呼吁的，期待有心人、有爱人，你们就要好好的见人就说，我们助人者就是自己有福，为社会顾好平安，点滴累积，给一米一分的，哪怕少少的一分，也都是一分的功德。想在灾难地区，还是嗷嗷等待着，我们给他一滴一口水，请大家发挥爱心，请你们就是有朋友啦开始动员，那我们各分支联络处啦也都需要，还要呢如何呢来多呼吁哈，这些对大家人的期待，看看印尼的同仁们啊，也是我们四大事业也都动员起来，就这样而已吗？其实要同仁的同仁，同血的同血，
学的家，同仁的家，家人的朋友等等。既然我们人间有人间恋啊，把爱呢串联起来，这都是最好。怎如何改善气候，也是及时救难救苦，这都是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